神啊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多谢天父，神的话语好丰富的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神的国和祂的义，这一切就加给我。你们要思考神的国，在神面前，神啊，我立心要更多熟悉神的话语，更多去思想神的话语，更多去背诵神的话语。其实你将这金句放在手机那里，你等车啊，搭车的时候你可以念金句，你已经念很多，你每天搭车等车的时间，在车上的时候你是可以念很多金句。求主帮助我们珍惜神的话语，让人会知道圣灵充满不只是经历的，圣灵充满都是会一样在圣经话语上扎根的。真的对神啊，神啊，我愿意行世的，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，不只是追求经历。你要先求神的国，
心爱你，我哋愿意行喺呢个计划里面，我哋愿意进入你嘅计划，我哋想进入神嘅计划，一定有神嘅话语丰富喺我哋里面，亦都我哋能够宣讲神嘅话语，让人睇到神嘅话语嘅美善，让我哋唔系净系头脑上，唔系净系经历上经历到，而系真系喺生命里面满有神嘅丰盛，满有神嘅慈爱，满有神嘅恩典。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。我们在天上嘅父，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嘅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要我们逾越线下，救我们脱离苦厄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上与我们每一个同在，让我们喜悦神的话语胜过喜悦物，因为神的话语比物更加甘甜，且比蜂房下的物更加甘甜。神你的话语是极度的甘甜，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发掘你一个几美好的神，愿在我们生命中作王，完全的作王，你比物更加甘甜，神你最好最好的，多谢赞美你，多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耶稣愿你为王，在我们心中作王，在我们生活作王，在我们每日作王，在教会作王，耶稣。
主耶稣有你真好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求主帮助我哋中意你，欢你，帮助我哋欢你，帮助我哋中意你。真係只想嚟讚美，只想嚟歡喜，只想嚟親近你，被你改變。Yeah.
哋每一个都同神讲，我哋欢喜。耶稣，我哋中意你，我哋紧靠住你，我哋捉实你。Yes, oh
中意你。神啊，我哋中意你，我哋开声同神讲，神，我哋中意你，我哋欢迎你，耶稣，我哋欢迎你，我哋欢迎你，我哋中意你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我哋欢迎你，我哋欢迎你，我哋依靠你，帮助你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我哋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